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乐沙海选会场53号场地星雄铁道 2.2 平罗康尼一条龙地图全收集攻略宝箱折纸小鸟护照贴纸书籍梦境迷踪齿轮往下一桶金表操隐藏成就刘梦娇乐沙海选会场大剧场。我们打开小地图，来到海选会场3号场地，这是右侧的2号擂台传送点。传送点出来之后，在我们的左前方这个椅子上能够看到一个守堡人6号，我们跟他对话。对话完之后，在我们的南方向小地图下方，我们往前走，来到后方的弹球机。来到弹球机之后，我们随意选一个都可以。然后出来，我们再次点击挑战。然后右上角我们跳过一下，然后我们选择1号擂台标点一，我们点击一下两下三下四下，然后标点二一下两下，然后标点三我们点击一下，然后开启隐藏挑战，我们发车。出来之后我们往前走，然后我们上楼梯，上楼梯之后我们往右看，我们上楼梯之后往右看，这里有一个路灯，我们来到路灯的后方，然后我们点击调查，我们给它拽出来，拽出来之后在我们的北方向小地图上方，我们往前走，来到前方楼梯的地方，然后在这个楼梯左侧，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宝箱跟一个乐沙守堡人。我们先打开宝箱，然后再跟乐沙守堡人对话。然后接着在我们的东方向小地图右方，我们来到楼梯的另一侧。来到另一侧之后，在前方这个草丛就有只小鸟，你都给它拽出来。拽出来之后，前方我们能够看到这里有一堆广告牌，我们上来之后啊，我们就攻击广告牌就可以，然后就是从前方就这个距离怎么完成我还是不知道，反正就是你只要攻击你就一直攻击就完事了。然后打开宝箱，打开宝箱之后，我们回头往后走，再次来到弹球机这里，让我们随意传送到一个地方，让我们再次开启选择场地，让我们右上角跳过一下，让我们选择2号擂台标点一，我们点击一下标点二，我们点击一下，然后标点三，我们点击一下，两下，然后再点一次，三下，然后开启隐藏，然后同时获得一个成就，就是你需要把6个全部隐藏，这都开启了，就是我星号标的那个星号 C1 到 C6， 然后我们发车前往隐藏挑战。出来之后，在我们的左前方就有几个弹机，然后在第一个左前方第一个这里，我们有个小鸟，我们给它拽出来，然后它往下一个走了，我们再来到下一个，我们给它拽出来，然后它又来到下一个了，我们再给它拽出来，好，拽出来之后，我们上前方的楼梯。上楼梯之后，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宝箱。那我们打开宝箱，打开宝箱之后，我们来到前方的擂台上，有一个
这叫什么？仓鼠骑士球速度与坚果这个摄影机门进入。然后这里有一个成就，是要我们吃到全部的这个坚果，就是这个紫色的东西，一个都不能落，一个都不落的吃掉，我们就能够获得一个成就。才意外完成了一个别的成就。这在 2.1 版本的时候很难完成的这一个成就，现在就是很轻松就让你完成了。还是有一点点难度，然后获得不是这个成就，是这个速度加快血糖升高的成就。让我们退出，让我们打开前方的宝箱。打开宝箱之后，我们打开小地图，点击右上角返回，然后来到最上方的巨星之路传送点。传送点出来之后，我们往左看，这里又是一个叫什么贴纸。收集完之后，南方向小地图下方往前走，来到弹球机前方往下看，这个地下又是一个小鸟，我给它拽出来。拽出来之后，我们回头进入后方的房间。让我们走下前方的大楼梯，服务这个挑战真的跟宝可梦的最后挑战很像啊。然后走到最中间，又是一个就是贴纸，就是银枝。拾取完之后，在我们的东南方向小地图右下角，这是音箱上是一个碟片。然后我们打开小地图，来到最下方这一个拟造的传送点。传送点出来之后，在我们的东方向小地图的右方，我们跟这个红色的小鸟对话，获得我们的奖励跟赤龙大哥。好，获得奖励。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战利品铺满，往下一桶全部集齐，梦境护照16全部集齐，然后还有梦境护照3。我们刚才拿到了一个银枝成就众秘探奇，这里是只有这就下方这两个成就，一个速度加快，一个传奇海选王。记得关注再走哦。